好了，吃好了吗？吃好了。手伸起来，我带你去洗手。手举高，手举高。对，好，去洗手。明天有没有带我去玩雪呀？明天现在夏天哪有雪？因为我加两个叉子。什么是两个叉子？我说，我把这个放下去，就插到它一个这个，就有两个叉子啊。是这样。对。好，小刚，你吃完了吗？我带你去洗手了。没有。快点，小心进来！啊！对，是啊，好厉害！再来，再来。小精灵都没有，你都快输了，我都快赢了，我赢了，小精灵输了，我还有啊，你输了。